廉政英雄终极单元登场，所有谜底即将揭晓，30年从未曝光的惊人谍报内幕。你刀杀了他，算是便宜了他。500位人间蒸发的特务黑名单，我绝不会牵连到学长的。女杀手的血泪命运，誓言复仇的亡命骇客。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绝对不能就范。周五晚上10:15，每一集都不能错过，请看《廉政英雄最终回》，永远不回头。